There once was a ship that put to sea, and the name of that ship was the Billy O.T. The winds blew harder, bowed it down, blow me, bully boys, blow.现在我们在这边请了裴华华小
学生们学扯铃啊。扯铃呢，这个是发源自很久很久以前，就从陀螺开始的，在石器时代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是在玩这个陀螺了。陀螺后来呢，就是为了要延长它的旋转的长度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开始用鞭子来抽打这个陀螺。后来再发展呢，就变成原来这个陀螺是可以放在绳子上面，然后两根棒子一起去抽的，就发展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扯铃啊。那在中国时期呢，就是在三国时期，曹植就有记录到了中国的扯铃。哎，那在马来西亚呢，我们是几时有整个扯铃过来这里的呢？要跟着要很一起学习的吗？还是有些是 junior， 就是junior 教练，有教练吗？有学长吗？你就是学长，他是领导者。今年是几岁？今年13啊，13岁就毕业了，学长。即将毕业，今天最后一天了。哦，你好高啊，这个是学生。他听说他的战绩很厉害哦，拿了多少奖啊？数不清啊，没有去在意。就是全柔赛就金奖哦，哇，就团体赛就金奖。所以全柔赛是你最满意的吗？啊，是，是满意的了。OK， 那你现在还有再继续打算更高的目标吗？有。有啊，那你最高的目标是什么？就是想要快点学会三零啊。三零的意思是三个零啊，三粒零哦，三粒零起了。所以刚才你先突破，该是两粒，对不对？啊 ，OK， 很棒，来，把你的战友拉进来吧。来，全部进来，来。你不要觉得哦，很简单，你看。不简单啊，你看我整个打结了，真的不容易，真的很棒，为你们挥毫，真的好，介绍你们自己吧。来，要你念念吧。对，来你们。我今年是读，今年13岁，可是要毕业了啦。所以要毕业了，你要想跟老师说什么，跟校长说什么，跟接下来的这些毕业的同学，还有那些我们五年级、六年级到一年级的同学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我想对四五年级的同学说，让他们把扯铃学好，发扬光大啊！然后跟老师讲，谢谢老师会抽空时间来陪我们练习。然后谢谢校长，就是可以带我们出去表演啊，这些这是很难得的经验，对不对？然后好，我的名字叫魏医生。OK， 我叫薛文凯，薛文凯啊，今年13岁，即将要毕业了。你常跟着一起医生一起出去征战吗？啊、去比赛吗？一起啊，他是你的好兄弟啊。那你们最难忘的是什么？上次的全柔扯铃竞技赛，就是2023年的全柔扯铃竞技赛，你们拿了金奖，你们的队伍拿了金奖，非常棒哈、啊！来，我的名字叫陈正伟。陈正伟，帮你抛起来，抛起来。你是从一年级练习到今天的？是。对，你现在六年级了。途中你有想过放弃吗？没有，没有哦，你就一直很深爱深爱玩扯铃。啊，那你觉得扯铃最困难的是什么？三零，就是你还没有学，你就觉得它很困难了。那一零的时候有没有很难啊？没有。你看这位很难嘞，你看这位很难嘞。哦。要继续练扯铃吗？为什么？我觉得非常的好玩，非常的好玩。你觉得扯铃的好处是什么？可以让我们锻炼身体，锻炼身体，还有眼力平衡，眼力平衡，头脑也特别清醒，是不是？好，谢谢啊。这个五年级才学的，已经学得很好了。来，有最困难的时候吗？学双铃的时候，学双铃比较困难呐。
它难在什么地方啊？很难控制。很难控制。好，那跟对手借零的时候有没有问题啊？你们他抛来抛去的时候，可以的哈、哦。我觉得你们这个团队是很有默契，一定是练习很久，老师也很厉害。就是你右脚还要转一圈，不是要先转一圈。一个技巧啊，就是你跑前的时候，你一手我杠，就是往高上下。好，就是你跑前两下，他就会甩。那你只要截住他就好了。喂，自信，喂，自信。给他三下，一个三下，哇操，这是花枪啊！好了，厉害，来，都不会，只有我。好，我们北华小学口令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我们一定要把口令文化传承下去，发扬光大，耶！OK， 现在呢，想要谢谢我们的培华小学的这三位老师，把培华小学的扯铃队培养的、训练的、带领的那么的精彩，那么的美好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啊，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扯铃文化现在也推广的不错，那请问你们知道这个推广的是谁吗？彭开平，对，在哪一年开始啊？1996年，非常准确，哇，好棒哦！对了，就是1996年呢，就有马来西亚的第一支扯铃队伍就在吉隆坡的纯仁小学、纯仁中学，还有罗佛州的班南华小开始了。1996年，那彭开平老师呢？他本身是吉隆坡纯仁中学的历史老师，他觉得这个扯铃文化需要被推广，然后他自己去到台湾学了之后呢，回来就带给我们的小学、我们的中学过去。3年的时间，他把这个文化呢推广到马来半岛各地去了。不幸的话，他在1998年的时候去世了。过后呢，就由他的哥哥继承他的遗愿，然后带领再去推广这个扯铃文化。所以他们的老师是冯开东老师来带领教练的啊，对，教练好，谢谢他们，谢谢你们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龙年新年，我们祝大家平安喜乐。